我操！到底谁在射箭？干他妈！到底上面到底在射杀小吧？靠腰，我不能跳下来。杀小啦！ 好累哦，干完这个很累。啊，我破了进度算还行吧，我的水准。好了，你本名叫什么啦？缺席缺席的，那旁边是老二啦，他唧唧歪歪的，他妈的，那个哭来哭来哭去，这谁？又一个垃圾吧？黑风大王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。 那你有没有开健身房？干搞偷袭哦！一棒两棒，三两棒，一砖，接，再接一棒，一棒，好，怎么的？你娘嘞！你还会黑闪哦？傻小啦！好好的禅院，靠，要别人去毁哪用哦？你娘嘞！太离谱了吧！ 大头宝宝，不打！啊！定身！啊！又有残影！什么东西啊？但这个人是不是开挂了？这什么东西？他妈一直…… 一团黑，钻来钻去的，那到底什么东西啦？抓到破绽，拜拜！靠药，拜拜！哦，黑风大王还嫩呢、啊。有种跟我来山顶会会！这边吧，应该是边吧。 靠！大前方山路凶险，靠腰！干你啊！上面那个人是他小啦，怎么还可以射那么多箭呢、啊？我操！到底谁在射箭？干他妈！到底上面到底在射杀小吧？ 靠腰，这个人跳下来，杀小了！哇！啊，你们那个盘都开好了是不是？真正的破熊，罗侯死两次内会不会过？还是这个上狙，一秒我直接把腰子锤出来。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：“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。” 入眼不见心不乱，方得自在。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不也疯了吗？哎呦，黑熊精哦！看你多屌了！敢又用黑伞哦！ 他怎么那么硬啊？欸，他蛮硬的。有点意思啊，小熊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醉拳哦！哎呦！哎，他好硬哦！他怎么感觉皮有点厚啊？ 这样还是被他敲到了。
我靠我靠，哎、欸，很痛很痛很痛！冷静一点啊，阿球！光之！上桥上桥！什么东西？怎么变一团黑了啦？哎、欸，他是什么东西啊？只能说你已经没了。拜拜，大雄。这什么时候啊？他什么时候会出来？干！干！为什么我那个重棍按不出来啊？靠腰嘞！他小啦，要求我广智，要求我。哦，小泼物有点手段，小泼物有点手段，本大王先走人纠缠。此番不同往昔，无人与你助力，待我取走这宝贝，哪里不能重建宝刹？有啦。游戏总共有几张啊？六。大圣，哦不，小圣，小圣饶命。小圣，小圣饶命！我也是被那天庭胁迫，若非身不由己，好端端的，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动手啊？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。真的吗，熊欢？明天开来会道歉吗？从此不再离开普陀。这就是熊宝的下场。别听他掰扯。还不错，其实蛮好玩的，至少没有到比我想象中的那个还好一点。但我原本会玩得很痛苦，那其实也还行。只能说这款那个啦，比较适合我一点。是你太强了，也不是这样子讲。一天最少两张啊，我第二张玩完要到什么时候？下一张比这张大十倍。我看你五仙风卡一天差不多五张吗？这是五张的意思吗？飘开台会看着你的 vlog， 然后说这游戏连白痴都能这样随便过，然后喷游戏科学跟中国一顿。好了，随便了，玩个游戏爱玩不玩滚边去啦！妈的，什么都要唧唧歪歪，打手枪不分好不好？慢慢射。